方雷霆出击，黑广播的危害不可小视。它的功率大，然后对这个我们现在的一个民航导航通信是有严重的一个影响。演员为美容鼻，谁知整容变毁容。我觉得我当时来他们医院做的时候就是出于信任，但是现在一次次的，我觉得这样受伤挺受不了。谎称要试驾，男子光天化日抢夺奔驰。说那个这样也看不出来，往前开开，你在下边听听到底是什么问题。不上车说试试吗？一脚油就开跑了。开院说法即将为您讲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判案说法，我是吴听。咱们来看一个案例，下面这个人啊，说他跑到 4S 店去试车，可谁知道啊，开着车就跑了。当时这个是我，然后呢，嫌疑人就是这个人，他这会儿在逛。对。当天下午2点钟，一名衣着讲究的男子走进了交易大厅，很快就相中了一辆白色的奔驰越野车。觉得那个人从穿着打扮上特别讲究，一个人他的穿着啦，拿的那些包啦什么，就是高档的那些。男子几乎没怎么还价。标价190万的越野车，他愿意出价180万，这让销售人员以为遇上了不差钱的土豪。然后就是把车开出去了，过程都是必须得交定金嘛。那天呢，跟我们老板聊得比较好，然后呢，他就也没交定金。他说了，试一圈的话，合适的话就给你全款。土豪上门，店老板甚至没有收押金，就让人陪着去试驾。男子也承诺当天就可以交全款。等于当天是您陪他试的车。然后说右后轮那个响，咱们靠边停车那个声呢，然后就在这儿停了车，我俩就下来了，围着车转了转。他说那个这样也看不出来，往前开开，你在下边听听到底是什么问题。不上车说试试吧，一脚油就开跑了。怎么没说就是您开让他停了？因为我那个没有本。男子将店员骗下车后，在红绿灯处掉了个头，沿着康兴路向东开走了。随后店员报警。当时这样，那个花江二手车市场啊，车手市场，他不是在这儿把人车抢走啊，往后倒着追的，发现他在这个酒精帽附近有一个宾馆有住宿的登记，哦，这样呢身份就出来了。然后这人是哪人啊？河北三河。很快民警确认了这名男子的身份，他姓陶，河北三河市人。案发后，陶某驾车沿着三环路向东开到了京通快速路。和你国贸这儿有一个违章，哦，然后咱们判断他应该是根据他的户籍的判断，他的路线判断应该是奔京通快速奔三河方向走。郴州这个收费站还有白庙收费站都查到他闯卡通过。陶某开着抢来的越野车出京后，来到青岛一处风景区。随后，民警前往青岛寻找陶某和那辆被抢走的奔驰车。谁呀？干嘛？不是你们谁呀？就他。怎么了？走。什么意思？我有什么关系？知道北京关，你为什么找你吗？为什么知道吗？是那车是不是给拆？哪车？几个班？从哪儿？什么颜色的车？下午2点，陶某被民警从青岛押解回京。在这儿，你自己有辆什么车？当时有3辆奔驰 S， 奥迪 A6 2辆，宝马敞篷2辆，1辆路虎翻译4。全是你的？全是我的。都是新车吗？不是新车。别多弄，各位有钱。陶某说，他以前是做豪车租赁生意的，赚了不少钱，脚上一双鞋就用去了5000多块。可如今呢，一切都变了。现在那些车因为赌博，澳门的白大个儿，这个炸金花。赌博让陶某赔掉了所有积蓄，还欠下了300多万的外债。今年4月，一次饭局上的闲聊让陶某起了歹念。当时你在以后来呢？后来领导递了一份儿，分递了一份儿，现在什么都干，只是糊涂了。目前被抢劫的越野车已被民警追回，犯罪嫌疑人陶某因涉嫌抢夺被丰台警方刑事拘留。嗨，您说这人傻不傻？直接去 4S 店抢车啊？你跑得了吗？用这么愚蠢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困境，最后只能是越陷越深呢。咱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很多人在开车的时候啊，都有收听广播的习惯，一来呢是为了了解路况，二来呢也是打发一下这个路上的时间啊。不过您可能不知道，这空中传播的电波也是会受到管制的，可不是谁都能传播的。师傅，对，看吧，气枪、电源线、U 盘，我看下频率。频率是多少？看看。这是什么？这些东西？电台。什么电台？黑电台。啊？黑电台。黑电台，干什么用的？用来传播。嗯？用来传播用的。这个长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天线。什么？天线。啊、嗯，这个方箱子呢？机器。经重庆市无线电办公室技术检测，在我市南岸区茶园、上新街等地有人非法架设广播电台。这些非法的电波持续大功率不间断的运作，已经严重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接到报案后，南岸区公安分局对于这类新型犯罪非常重视。对于那种新型犯罪，如今在我们的重庆，根据我们的无线电行政管理部门，已经发现是呈一个比较泛滥的事态。南岸区公安分局民警迅速展开调查，经过多个月的摸排和走访，锁定非法架设黑广播犯罪嫌疑人为王某、邹某、孙某等人。2016年年底，在南岸区南平协信城、渝中区万科景城、渝中区桂花园路教科院，先后将犯罪嫌疑人抓获。经过调查，在2016年6月至11月，上述犯罪嫌疑人在重庆南岸区、江北区、渝北区、长寿区等地租赁房屋14套，购买没有合法资质的电台21套，在没有经过重庆市无线电办公室的审批下，设定 FM87兆赫、FM108兆赫范围频段内违法播放广告宣传。它这无线电广播有4个部分组成，有天线，还有电台，还有 U 盘控制器组成。然后它的天线主要是架设在窗外或者是楼房的顶层。他们架设电台的这个特点是选的居民小区，而且是高层人员聚集区。犯罪嫌疑人到案后，民警又在他们指认下，在南岸区、江北区等10余处居民小区内撤除正在运行的无线电台10套。是怎么运转的？租一套高楼的房层。嗯，就是有天把机器拿到房子里，用天线架设到窗户外面，连接到主机上面，再插上 U 盘调试到好自己想要的频率，然后开始播放。你们租房子有什么要求没得？租房子一般都是在高楼。为什么呀？它的旷野那个视线比较好。你如何操纵这个电台的呀？它就用手机控制。怎么控制它呀？就是它那个手机里面有卡，具体我知道，这个手机里面插一个那个电台里面插了一个卡，再用手机这个发短信。2016年12月29号。犯罪嫌疑人王某、孙某、邹某以涉嫌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被南岸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另外2名犯罪嫌疑人被网上追逃。据民警调查了解，黑广播设备都没有认证资格证书，操作比较简单，架设后播放 U 盘上下载的内容，并且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就算这样一套看似简陋的设备，价值却不菲。话说他们购买设备架设黑广播，到底在播什么呢？黑广播又有怎样的危害呢？先前他们是要对那个黑广播进行一个检测。主要检测黑广播的啥子数据？主要我们要测它的一个功率、频率，然后提供给公安部门。重庆市无线电办公室执法监督室主任尤岭给记者介绍，经过检测，这些黑广播设备都是3无产品。黑广播它的那个成本低，这个功率大，一般黑广播现在据我们
打击的那个情况来看，一般都是1000瓦到3000瓦，所以它覆盖的面积也相对于说比较广。黑广播的功率大，覆盖面积广，而且这些犯罪嫌疑人往往都是把黑广播设备架设在重庆主城区人口密集的高楼上，长时间甚至不间断的发射，这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它的功率大，然后对这个我们现在的一个民航导航通信是有严重的一个影响。众所周知，我们日常工作中很多地方都用到无线通信，架设在高楼的黑广播直接对民航产生影响。如此大功率宽范围的无线信号没有任何备案和管理，严重干扰了无线电管理秩序，甚至于对它的那个功率大了过后，对我们周边老百姓的这个身体也有一定的影响。而犯罪嫌疑人的这些黑广播设备没有任何质量保证，安全也是一个隐患，因此打击黑广播势在必行，私自违法架设黑广播已经构成犯罪。咱们对扰乱无线电通信管理秩序罪有了大致的一个了解了，但是此案并非仅仅如此，嫌疑人大费周章购买设备，租赁房屋，违法发射，这个黑广播究竟在播什么呢？男人累，男人苦，男人的压力无处说。喂，两位好。哎，您好啊，欢迎您这位朋友哈。哎，你好。想跟我们聊聊什么问题呢？哎呀，你看我这个问题好像就是说，好多我去看了好多大夫吧，看了好多医生吧，说不好治啊。怎么个不好治啊？到底什么病啊？然后两人过爱人世界的时候，但是就是我在这上面有要求的时候哈，他好像就怎么的都有点起不来。明白了，明白了，我终于听懂了哈。内容啊，就特别有的时候特别尴尬，特别是有的朋友在车上面的时候哈、啊，然后一点开，然后就是这种的，就什么男性的呀，什么聊这些的。我觉得尤其是大人听到没得头，有时候小孩在身边听了起来觉得很不好。我觉得那种事情应该是控制了。采访中，不少市民反映，他们也收听到过这种黑广播，广播的内容着实让他们感到不舒服。那么，是谁让架设的黑广播呢？架设者花力气购买设备、租赁房屋，他们的获利方式又是什么呢？在南岸区公安分局办理的王某、邹某、孙某等人在重庆南岸区、江北区、渝北区、长寿区等架设黑广播案件中，据办案民警介绍，这些犯罪嫌疑人和广播中的这些医院多多少少有亲戚朋友关系，他们播放的这些广告吸引患者去医院就医，然后医院向黑广播架设者分取提成。在这些黑广播中，所谓的专家、教授、患者的电话连线都是事先录好音的，装有这样录音的 U 盘，警方查获了十几个。在这些录音中，往往夸大治疗效果，用虚假的信息去迷惑正好在收听的患者。这些患者去到医院后，小小的一个问题，这收费啊可是相当的昂贵。夸大医疗作用的一些广告，然后吸引一些人民群众前去就诊，而就诊的收取的费用是高于公立医院。举个例，一个小小的囊括手术1000到2000元就能够解决问题，而在我们的交货的他们的账本上，那一例患者他花费的是10000多，也就是超出了我们公立医院收费标准的6到10倍。在这本警方缴获的账本上，密密麻麻记录了每个患者的收费，几千到10000不等。小小的一个男性手术，价钱高出正常价格许多倍。还有一些患者花了大价钱，想要达到广播中的所谓效果的，在一次次的治疗中，花费也是相当的惊人。就算有些患者感到了上当受骗，但是因为是涉及到隐私，都选择默默忍受住，不再声张。这也等于是助长了这些医院的行为。而黑广播的架设者在受到医院的提成后，为了扩大影响，黑广播是架设
设了一个又一个，严重地影响了正常的无线电管理秩序。警方表示，目前只以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打击了黑广播的架设者，但是这些架设背后的利益链条，甚至可能涉嫌的欺诈犯罪，也将会是他们今后打击的目标。黑广播固然是触犯了我国的相关法律，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些医院也难辞其咎，必须承担起相应的处罚。下面咱们来说一个糊涂的父亲啊，他在女儿生日那天呢闯了祸，他干了什么事儿呢？来看看。我要自己一样，那被抢劫了怎么办呀？被抢劫由警方来处理了，被抢了什么？不是，我不是过来报警的吗？打电话。你咨询还是报警？报警。报警那就被抢什么东西吗？被抢钱。抢了多少钱？抢2000多，被几个人啊？3个。前不久，深圳市罗湖区莲塘派出所接到一名男子报警称，在罗湖区莲塘街道遭人抢劫，民警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找到了这名报警人，并根据报警人所说的线索展开调查，但是却迟迟无法找到抢劫嫌疑人。就在那个他说的抢劫的那个地点周围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跟视频调取。通过分析和调查，民警发现这名男子所说的报警信息根本就不属实，于是排除了报警人被抢劫的行为。随后民警将这名男子带回了派出所，进行了进一步的询问和调查，结果男子的回答让人出乎意料。没那么多钱，然后我老婆一起，然后我就该说了谎了。我就说我的钱被抢了，对不对？当时我老婆说以为报警了，要不然的话我就感觉到说这不像真的，他如果报警的话，怎么如果被抢的话为什么报警呢？是不是？我没办法，为了想给他相信，哎，到最后考虑考虑还是报警。原来这名男子姓杨，26岁，河南商丘人，今年独自外出打工，由于一直没存到什么钱，下半年来便到深圳做服装生意。为了不让妻子担心，跟妻子说赚了不少钱。12月29号，正好是河南老家女儿满1周岁的生日，家里的妻子便催促杨某给家里汇生活费。昨天为止吧，因为我老婆一直催，她就说因为今年是我女儿生日嘛，就是1岁生日。哪一天？今天啊。今天啊。他是去年11月初2出生的嘛。所以说他昨天就一直都在催，希望我就是说能把这个钱能给他转回去。由于生意一直不太好，杨某想出了报假警，自己被抢劫这么一场闹剧。在民警的批评教育下，杨某意识到了自己报假警是扰乱公共秩序违法行为。目前警方对杨某处以刑事拘留5天的处罚。杨某在女儿生日这天被送进了拘留所，他也留下了悔恨的泪水。万一别人啊，哪有真的发生什么案件，我说你就是占用了那么大资源，别人万一得不到救助，是不是你就耽误大事了？所以这个法律这个是很严肃的，报警这个事儿不是说你想报就能报，是吧？打个电话110三个数字一摁就要负责任的。我也认识到错误了。您说说这个糊涂的父亲，一家人有什么不能说的呢？谎言可大可小，小谎言损害的也许只是亲人之间的信任，大谎言就可能会真的闯祸蹲班房了，何必呢？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前不久呢，一名女演员为了让自己变得更漂亮，2年中她2次进行隆鼻手术，可没想到2次手术啊，她期待的美貌不仅没有出现，反而让她的演艺事业受到了影响。演员为美隆鼻，谁知整容变毁容。我觉得我当时来他们医院做的时候就是出于信任，但是现在一次次的，我觉得这样受伤挺受不了。拍院说法即将为您讲述。
画面中这名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年轻女子就是演员郭某。据了解，她刚刚进行了第二次隆鼻手术，不过连续的手术带给她的并不是让人羡慕的美貌。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她的鼻梁有明显的塌陷。另外，据郭某介绍，隆鼻手术之后，她的呼吸都非常困难，挺无助的吧？为什么？我觉得我当时来他们医院做的时候，就是出于信任，但是现在一次次的，我觉得这样受伤挺受不了的。说起自己隆鼻手术的失败，郭某表示，一切还得从两年前说起。当时他已经是网络上一名小有名气的演员，演过几部电影和电视剧。为了让自己的演艺事业更上一层楼，他便准备对自己不够完美的鼻子动一刀。2014年，他花了30000多块钱在杭州某美容院做了假体隆鼻手术。可是做了没多久，他就发现鼻翼左侧出现了一个鼓包，而且鼻头疼痛，并且出现了塌陷。接下来的几次检查，院方都没有查出什么结果，只是建议他再做鼻部修复手术。鼻头塌了，没有其他办法了，在他们医院的建议下，取了肋软骨，又重新做鼻子。据郭某介绍，按照院方的说法，第二次手术免费给他做鼻尖整形、鼻梁垫高，但是在手术过程中出现之前查不出原因的鼓包，原来是感染脓包。情况发生变化，本该一次做完的整形手术现在只做了一半，也就是鼻尖修复。郭某认为院方之前没能把这个脓包查出来，导致第二次手术半途而废，必须要为此承担责任。为此美容院也做出了回应。这块的话呢，它都是潜在的一些隐性的状况，因为它还有症状，就是像并发症完全没有出来，这个是难以预测的，皮肤不红不肿，而且呢，经过相关的一些体检检查，片子就是做 CT 都做过，是没有这个异象的一个症状出现的。医院方面表示，郭某第一次手术至今期间2年时间，导致他鼻子塌陷的因素很多，这其中不排除和患者自身的维护有关。包括了很多种原因，包括生活习惯，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存在的因素所在。2年之后的一些什么并发症这块当中来讲的话呢，实际来说的话呢，它是难以一个评估和预测的。而对此，郭某的经纪人则认为，作为一名演员，鼻子做成这个样子肯定是不能上镜的，空闲这么长时间，演艺事业肯定损失不少。这一切起因都是院方先后两次的整形手术，院方必须给予一定的赔偿。就算他出院了之后，他的鼻子现在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他无法去从事他现在的职业，去面对镜头。处理前面的违约已经有几个了，在他接下来已经无法去接戏了，等于说他在这个一两年无法去再从事。据了解，由于第二期手术只进行了一半，剩下的鼻梁垫高需要等6到12个月，恢复期之后才能继续完成。面对这么长的周期，双方经过协商后达成一致，院方对郭某适当做出补偿，这时由郭某另外找医院完成此次鼻梁修复手术。所以我们常说整容有风险，动刀需谨慎。好，感谢收看判案说法，我是吴听，明天见。男子当街打虐，恶劣行为令人愤慨。当时也没那么想，就是感觉打人不对，你做什么事啊？那男的打你，在家打挺狠的，不能打人，那我就出来制止他。11岁男孩爱开车，不料闯出大祸。他撞的时候有可能是无心的，那你撞完不救，那绝对是杀人凶手。买别墅遭骚扰，到底是谁在搞鬼？在我院子里面撒纸钱，在我车上贴冥币。判案说法，为您讲述。